谁呀，大帅？大帅，你不起来呢？啊？你瞅你这么大团子，过来吃肉来！哎呦，今天被我这阁楼撞了2下了，一次撞脑袋，一次撞肩膀。哎呀，阁楼真好啊，铜墙铁壁的，都能练出铁头功。起来吃肉啦！来，大帅，你这过来吃肉吧。你瞅你打滚打的吧，撒娇撒的吧，你瞅那毛都起来了。我几个小时前我记得我是给你梳了呀，你这岁数静电了，把毛发都给垫起来了，干啥呀，梨花？啊，过来吗？梨花，来，梨花。菊宝，你进来不许。啊，我说你进来，你不许趁着人家吃饭的时候打人家，要打人家也得等人吃完饭再打啊。你看，打轴了。哎呦我去！你瞅着这肉，这都没吃完，还有这个，这不是啊？你没有壮有啥呢？这几天是不是吃猫条吃上瘾了？你猫条主要是给路易吃的，还有酸菜。你们原住猫少吃点猫条，多吃点猫肉，不是多吃点鸡肉。对，啊，路易还在这会儿，路易是要回来吗？路易回来吧，路易，路易，路易，酸菜过来吧。路易，你咋还和那些母猫过上了？咋还不回来了呢？菊宝，你过去吧，过去吧，过去，我一会儿我带你下楼。酸菜过来吗？你瞅，路易还在那边还趴下了，真把自己当女仆连主人了，不是男仆连主人。我吃饭就知道拉，你瞅那，像骑人墙头上似的，等红杏呢，把肉都收拾起来了，什么待会儿你们猫砂都抖了里面了。对，把肉收拾起来了。